2021届新年圆游会及国际艺术节已于2月4号成功落幕，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以及对本公众平台的关注和支持。美南将会更加的努力，将最前线实用精彩的信息带给大家。所有奖项已于周一抽出，请中奖者到美南新闻领奖。 以下是中奖名单。凡于当天参加新年圆游会后于2月4号23:59之前关注本微信平台的朋友，都可以参与抽奖活动。所有获奖嘉宾请于周一至周三上午9点至下午1点，周四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之间前来美南新闻传媒集团前台领奖，地址是11122百利大道。 如果您是圆游会当天参与的门票抽奖，会根据您留下的手机号码与您联系。如果您是微信关注自动抽奖，请在微信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，会与您联系确认奖项。请在指定时间前来领奖。以下是中奖名单，再次恭喜以上中奖者。